爆发，《甄嬛传》续集《如懿传》历经限古令、限酬令，还有限播令后大复活。被时间教会，《如懿传》不只将在网络平台上播出，与《延禧攻略》打对台，还找来阿妹林忆莲合唱主题曲，重磅对决。上柔情唱腔，搭配林忆莲本来就温柔的声线，两人合唱细细讲述既无奈又悲伤的情感。早在去年歌手擂台上，两人早就热力合唱过，带出粉丝激动情绪。其实不止清宫剧大受欢迎，还有阮经天以及杨幂主演的扶摇。阮经天饰演的无极国王爱上了杨幂演出的扶摇皇后，主题曲由莫文蔚深情演唱。心中不由挣扎，扶风摇曳。片尾曲则是徐佳莹主唱，一样动人。让我美得多他魂魄，加上剧中人物曲，也找来清风诠释。两大长片歌曲比一比，《如懿传》阿妹加林忆莲的合唱对决，扶摇莫文蔚还有徐佳莹清风的车轮战演唱，把主角再比一比，《如懿传》有霍建华加上周迅，扶摇则是阮经天与杨幂主演。如果将时代比一比，《如懿传》归类在清乾隆史实类，扶摇则是设定在虚拟天权国中。不管是主题曲、主角还是剧情，也让宫廷剧的热潮继续延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